对啦，明仔载我要回上海，阿丽才会回来，所以我无伫这段日子，真侪代志，爱麻烦你甲我斗相共。无问题，你是要回去调资金？我想过过来种方案，最后决定用我伫台湾成立的公司来跟你签约。我伫签约之前，甲钱准备好势予你。我尊重你的意思，你安怎讲，我就安怎做。该当麻烦你代替我去甲我大家看一下。当初是因为恁大家的关系，才予王董会放生你。敢讲你袂扣分？这拢过去的代志啊。那即马人倒伫病床顶，我对伊个怨恨嘛无啥物意思啊。想会开就好啦。其实啊，阮大家嘛毋是啥物歹人，伊是无读册，较闲工轻，所以做真侪害人害己的代志。啊，我即马想起来，听啊同情，嘛无啥物怨恨啊。对啦，甲老大人为啥物好计较的？真正要计较，计较袂完。你会当安尼想，心电都较宽。丽妹，妈，丽丽阿姨，啊，你唔是有人要去湘南国佚佗？是啊，其实我想要带建琴爸、阿哥、姨妈去食饭的啦。因爹老较等我，你要坐落去无？小曼，你男朋友叫建琴哦？是啊，伊即马伫咧天星做王董的特助，伊本来要讲哦。你是不是当牛的？不过你不是，伊做失望的。又有熟识天星的当牛？嗯，伊讲伊摆去学修理过。对啦，啊你之前不是讲你的达波朋友相卡达相准，即嘛好好啊？迄是一个误会啦，啊伊甲婷婷，就是另外迄个查囡仔，根本就无啥，是我家想伤多啊。什么都无啥，气甲要解除婚约。你也唔再跟我去大陆，我就讲是误会啊！我迄阵也知影讲婷婷得肺癌，我就真尔生气啊！什么？你讲婷婷？你讲迄个查某囡仔得肺癌？是啊，丽丽阿姨，你敢有识识哦？哦，无啦，我问一下。伊足可怜的呢，为着讲要增加大家负担，伊走去避起来。结果即马大家拢找无伊。小妹，你唔是讲人伫楼下等你，啊唔得紧去？是啊，啊恁呢？我甲你阿姨佫有话要讲，你先去啦。好啊，那我咧先出去啊哈，你俩拜拜，妈拜拜。拜拜。你敢知影建志因爸爸姓蔡？我知影。前两天阁有见面，啊！因妈妈看起来真朴实，因爸爸人真趣味，看起来家庭敢若袂歹。感觉蔡进跑忏悔啊！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丽珠，我甲你讲的代志，拢是对建志遐听来，恁两家是毋是真熟？蔡家。是甚么款的家庭？地主，我无希望小妹继续娶个无幸福。多谢。天主真紧就回来，你放心啦。已经出院这么久啊，身体嘛未完全好完，我是烦恼伊会去撞到麦克遐个人。天主会说你 ，Michael， 这个人不是毒蚊，是一尾毒蛇。那时候伊咬到，伊绝对会给你咬死。那安尼你敢知影？伊对娘娘这卖想法？阿斌 ，Michael 讲的话你哪会当相信？你若是为 Michael 的死人，都来误会娘娘，那安尼就唔得了。天总，阿斌，多谢你送家回来。那你讲啦，你阿妈有较好无？加少元气，无代志就好啊。恁豆豆讲，我想等伊哦。
天祖，你来去这么久了，是不是有去撞到？哎呦，无啦。那安尼，你看会奈真忝。我去找阮爸讲一寡代志啦，也无啥啦。我讲阮爸第一定意见袂合，关系啊。我拄则看上你的病医，佮这么关心你，我想恁的缘分一定佮足深的。我啊，佳佳，从今以后，我就是要照顾你、保护你的人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好不好？天祖无死，你即马活咧，对伊来讲是折磨。啊，你甲雷公问完，你安怎要处理？坦白讲，我相信雷公袂骗我。你前两天毋是咧招我，讲介输赢？当然，我是一个知恩报本、有仇必报的人。不管雷公安怎解释，阮小弟和王天祖拍死，这是事实，这条我袂遵守。同我有雷公，我要跟伊见面。超哥，咱即马心肝一定要捡做伙，咱来全力来对付雷公。这个草哥三心两意，看起来无甲铁红所袂用的。八号包厢迄个罗董啊，伊真重起毛子，所以等一下介绍的时阵，这些小菜甲水果拢做招待。嗯，伊若爽，伊绝对袂计较开偌济酒，叫偌济小姐。嗯，啊，不过五号包厢迄个经理。伊是摕公司的公关费咧报销，所以连一杯茶都要甲伊计较，袂用招待在无？是。阿叔店。哎。啊。嗯，袂歹。愈来愈知影看酒的美格哦。啊，都算是一粒石头，偌久嘛会禁骨来。我想要问你啊，这草哥咧吃？敢有甲倒一个查囡仔行到我呀？安怎？你要做伊的媒人啊？你嘛知我真器重伊啊，当然嘛想要关心一下伊的感情生活。伊对小姐早就已经断根啊啦，啊对人生嘛无啥物要求，伊是一个无啥物趣味的人啦。啊，敢我连钱嘛要因袂行？伊这人真友好，赚的钱拢寄转去给伊老母，啊因为哦。无法度陪在伊的身躯边，所以尽量拢用钱来弥补伊。妈，你嘛足贤创治人，你害我散足久的呢。我是看你最近表现了袂歹，唔才给你这条钱。你嘛真清楚啦，有实力、有真正在做的人，唔才赚着钱。好了，我来转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有一件代志未记来讲啊。啥代志？前几工哦，我有听一个人客讲，伊有一个亲人嘛是因为运动伤害去伤到脊椎神经，啊半身不遂，坐轮椅五年啊。啊，毋过听讲哦，美国有开发出一种修复神经元的药啊，做复健的时阵配合药害治疗，听讲恢复的情形袂歹，而且伤害的时间那是无超过一年的。恢复的机会哦，是超过80%呢。这是过了人体实验的阶段，还是已经有临床证实啊？当然嘛，已经临床证实啊，才有遐尼侪数据报告啊。阿廖，这代志交代了你哦，啊，千万莫拖，有任何消息随我通知哦。我看哦，
我也是把家己的工课做较好就好啊啦，较免咧做较劳倌，搁予人哦嫌较劳倦啦。我甲你保证啦，只要你找到种药啊吼，我该予你的不但钱袂结，而且啊，会超过你期待足侪用的袂。这胖的呢，真假？哎，组长，牛奶燕麦粥啊，我吃看麦。哎，快吃过。哦。没后背啦。紧啊。你会吗？当然。家里来。我听边阿弟咧讲，讲你已经出院了，所以我专工才来看你。已经无代志啦，多谢当然会赶来救我，那无我即马恐惊已经。当然，差一点。你慢慢讲，我先来读帮我伊。天佐，其实一天我会听你，这已经是违背我家己的原则。佳佳已经跟麦克订婚了，你不应该去抢人的未婚妻，一点你才做了，真无水亏。也是麦克逼的。佳佳根本就无意愿，叶医生那是无约束，麦克伊也袂讲遐尼紧来宣布伊的婚姻。佳佳会答应麦克婚事，那是因为伊要甲斗三工，不得已才该拖时间。遐你当当是一个查甫囝，敢在靠一个查囡仔暗中来听你些？那是我含慢，才让佳佳喜欢这位坤。啊，我从今以后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伊，保护伊。安尼讲起来，你就是要甲伊做伙就对了。无唔对，当然，是嘞，甲伊增加很侪麻烦。江湖这条路若要行，你必须要去处理真侪麻烦的代志。严姑，我也是要提醒你，你若是要甲伊做伙啊，你来斟酌考虑。对你重情重义，你甘免讲无回报啦。对方用性命来在爱你，你是免讲用性命的。你要用的呢，就是要用你诚心、真心去爱一个人。伊安尼为我牺牲，我一定好好疼惜伊。嘴讲的够多啊！永远拢是小出力，你也是爱较细腻嘞。对啦，我今仔来是顺便要讲件代志，就是关于着咱天瑞公司的债务。恁老爸也提钱出来，我还问讲你本人啊，还也细节多少？我该讲过啦，这条单我的钱一定还你。这条是天瑞借的，应该来天瑞还，家己拢无管的。你啊，也免放咱的心肝来，吼。家己较保重的，若无代志，我先来走。多谢当的。大顺点啊！林总，你当的是不是反对咱两人做伙？袂啦，伊袂管遐尼济啦。啊，不过我拄则听到，你莫想遐尼济啦，来，煮好未？嗯，我去帮下。来，佳佳。佳佳，以后不管别人怎讲，你都莫放伊心肝内，
得安心，多等家，再报。回家了，安怎袂歹吼？麦小姐，你好。这么有可能的代志？这安尼看起来真高尚。阿平啊，阿恁来这食饭，敢毋真贵？妈，以后恁来遐食饭哦，拢报我的名，就是 VIP 哦。小麦，啊，这是伊个。我就知影你一定会介意这气氛对无？行，我带你来去包厢，包厢哦，够舒适哦。行。哎，这个。各位头家是啥人啊？阮妈，伊待命就来啊啦，行出去包厢。哎，等，别你坐，我带你行，只比你较熟嘞。爸，唔是啦，哎，哪开无行嘞？我今日去上大包厢。别，你唔免甲我带，这个所在我目睭客客哦，嘛听我说，哦，我以前搁徛在这里参详代志。爸，我只甲我开无行，你来去了解。哎呦，这个所在我比你搁了解，比你搁熟。啊，唔过我今日带你大包厢嘞。嘿嘿，我介绍大包厢，我来讲大包厢在倒位好不好？大包厢就是伫，这间就是大包厢啊！哇，你这个哦！哎，哦，哎呦，那有可能的代志，你看这个衣桌，跟前一模一样了。爸，我来讲哦。嘿嘿嘿，这是我上介绍的包厢，好，还有一个名，叫做意难忘听。意难忘听。是啊。哇，这个名阁真特别。我你帮忙嘞。啊！我真正想袂到，我这个舞台，这个乐器，尤其是这个萨克斯风，甲古早时代小人歌一模一样啦吼。是啊。你看这间完全拢同款的，干那这边嘛，你看加一个电视啦吼，啊加水晶灯啊，加霓虹灯。欢喜吼。那有遐成的啦。爸来，咱真侪啦。哦。妈来，真侪。好好好。来。太侪，太侪。哦，想袂到的吼。迄三十年前哦，嘉义的小南宫哦，甲这个所在是遐咧同款啊同款。我那阵我咧含面。你是咧讲迄间小南宫酒店嘛？嘿嘿嘿啊！哎，当初是我无甲恁骗哦，这个所在哦，唔是每一个人拢听我入去的哦。全台湾唔是我咧臭多，敢若我蔡进宝迄个条件，逐暗淡的啊包场啉酒开茶哦。讲笑讲笑。爸来了。妈，一桌小菜，啊，我点的菜带上来哈。好好好。我以前逐天甲想的，当面安甜甜水水甜甜的，快乐似神仙呢。爸啊，你像这即摆你天顶哦，伊若知影你即摆已经恢复到这平静的生活，一定感觉安慰。嗯嗯。无怪哦，迄个时阵拢无要等来高客啦，就是拢走去酒家伫咧落场。早哪知影哦，我着阿明抱嘞，走去小南哥的门口等你。哎，这是在讲啥？我去小南哥拢在讲生意嘞，哎，不是干那家己哦，连下港所有的沙洲场啦，伊个啥物木材啦吼，啊，搁银座拢去遐超代志了。哦，甚至一挂条啊卡吼，绑表啦吼，啊，微表微数啦，无所不至啦，八八工程啦，你咧靠靠乌白拢做个代志，拢去遐超得超有好势了当。好啊好啊，菜来啊，先吃一寡物件啦，莫跟他过讲过啦。哦，无简单嘞，这吼少年嘞，够穿制服嘞吼。我来拍了，谢谢，我来。爸，嘿嘿，我妈讲这的菜哦，拢最好吃，而且我拢有去吃过，袂歹，够水平，试看卖啊。嗯。爸，啊，这菜是歹吃了。食了这个菜，让我想到三十年前家己的小南宫。哦，这菜味甲伊的时阵，咱咧同款啊，同款，老遐好食啊！几只瓜，几只瓜。阿哥，辉哥。哦，尤其是这只辉哥，甲以前嘛是同款啊，同款。哎呦，你是去倒找？啊，找到一个遐有古早味的辉哥啦。啊，你有怀念吼？系啊系啊。爸来啊！嘿，好见。好来。你敬我呀！啊，敬我，莫提酒，来提茶啦！来，酒捧起来。哦，对，来，大家坐下啉吼。来，小麦来，我也捧起来，大家坐下啉吼。诶，这今仔敬起来，来庆祝我蔡进宝。
钟圣公把三十年前的青春小鸟给我抓倒回来，来，干杯！哦，爸妈，恁家汤哎，多谢多谢，我没有讲无，好好好。小麦，嗯，不是我咧操蛋，当初是我错进跑，也难不离咯，是化水的跟头，将冠山站开的地当的哥啊了。爸，啊。既然你在酒国英雄，我相信你一定真够唱歌对无？哎呀，再讲，唔敢讲，当初是我上台咧唱歌的时阵，我无甲你骗，所有小南国小姐徛几排，清水水，拍破你甲我掌声咧，我落个会得志的了。好，百闻不如一见，爸，阮家有歌书哦，要唱一条听看卖好无？恁家连歌书也有哦？哎呀，我俩真正咧排水的咧，有歌书，甲叫落来。无问题，安尼要唱啥？我来唱啥吼？我规矩安尼啦，我来唱《小南国》，当初是风动武林，惊动万高。主题曲好作啥？心心相爱，好唱高来者。耶！来唱好唱听。好好来，我小弟啦，很努力啦，你看啥款？嗯。好啦好啦，紧唱啦紧唱。哦好好好，来老师过来过来。好。无论是好天，也是风太天。你有对我约束，已经着来去看电影、饮咖啡，但万袂记，咱两人情意已经等袂离，心心相爱相爱，心心相爱。也是风太甜，你有对我约束，已经着来去看电影、饮咖啡。咱两人情意已经等袂离，心心相爱相爱，心心相爱相爱，心心相爱相爱。心心相爱相爱，我的心心相爱相爱。亲妈，拍谢拍谢拍谢啦，不要紧啦，亲家。嘿嘿嘿，拍谢拍谢，哦，唱起来他鬼拢忘我了。大概这样。哎，这拍谢拍谢，哇。是拍谢，请休困姐。是爸爸讲哦，讲你的眼光有够好个啦！伊讲啥，真正有三十年前的感觉。伊感觉你投资会赚。嘿啊，我是做无简单嘞哦，这甲三十年前嘉义的小人讲一模一样，袂输甲咱同齐我刻出来嘞。请问你是嘉义人是哦？我唔捌倒过嘉义，我是甲设计师讲，我想要有怀旧复古的感觉。可能较早小南国真有名，伊才提伊做参考。哦，安尼哦。我是讲真无简单嘞，你看连这料理的味哦，那种古早味嘞，一模一样。啊，你甲小南哥是有啥物关系啊？太奇怪，太难弄啊！我讲的是真嘞，反正这间是小南哥以前的小姐，炒出来才开的嘛，不一定嘞的。亲家，嘿，咱就每回都只赚在几小钱。卡准要介意我餐厅的感觉，欢迎你以后常常来。啊，像设计，安怎设计，都不是重点吗？当然，当然，当然嘛，爱定来吼，我绝对定来捧场了吼。我是讲你这个所在，唔知有粉味的无？阿婆，爸，不，我这是餐厅，就不是酒家。哦，哇，你真无彩呢！啊，你唔通误会我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告诉这个大婆甲小麦呢，他们只板臀类啊，计个粉味，全部装水水，徛两排。你家己个想看卖做交代，我派头嘞，你讲是不是安尼？大炮哎，啊，亲妈，歹势，啉烧酒醉啦。哎，我当时爱啉烧酒醉啦，但啉酒对我蔡进鹏来讲是敢那袂少，然后就个八道就去。我讲心内话呢，你讲是不是安尼？他们家办法外好。你咪搁讲啊？哦，
我是有听讲吼，亲家以前伫家己真请呀，出门乌头车，食饭占餐厅，只要食你的名，走路拢有风。哎，不是我错进跑咧臭大，当初时我是角头的哥啊，议员、议长、立委。而且佫是伫阮因五虎将的虎头，你家己也想看卖，我有偌青影，只要我跳出来选，迄、那个选举绝对高票当选。是讲要啊，立法委员变作同一番，偷渡无成，去用关十五年，你的人生吼够精彩啦！阿婆，坐啦，坐你。哦。你这摆讲要是要创啥啦？啊，歹势歹势，啊对，我这是怀旧复古餐厅，难免啊会去想到古早的代志。亲家，你讲对无？亲妈，我知影你真无闲啦。啊，既然这摆有这个时间坐伫遮，我想讲哦，甲你请教一下，你对于建志甲小麦因的婚事，唔知有啥物特别的意见无？照一般的规矩就好啊！啊，原来是安尼，阿婆，恁讲吼，咱就找一个好日子，啊，准备六项大项的、六项细项的、大十二项礼物，再去请恁遐吼，正式给恁提亲。好好好，安尼好。好啊，迄个聘金唔通袂记的吼。啊，妈，真敢有人去收聘金？娶新妇呢，当然嘛是爱大订小订。我是无爱迄寡钱啦，要毋讲哦，规矩就是规矩，咱也是照礼数行。对啦对啦，当然当然。啊，礼数偌济才算诚意，你家己决定啦。哦，爸，妈，歹势吼，我跟我妈去食洗手间嘞。哦，快快洗，快快洗。我为着还袂讲完呢，稍等下。啊，无紧袂急。嘿嘿，啊，莫急莫急，慢慢来啦，慢慢来啦，快快洗啦。妈，我问你，你安怎到底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想那么为难建琴爸爸，搁要害哪个下？安尼以后想要做亲家？你唔知影，你蔡进跑以前偌可恶的呢，杀人放火，唔知影害过偌济人。迄拢是过去的代志啊，搁再讲妈妈已经改邪归正啊。你这个代志，为对听来。你卖管。非得娶嫁，要娶你做新妇，爱心金条我一关，知无？妈，小麦，小麦啊，小麦！你妈拢替你瞧好势啊！啊，本来是讲吼，结婚简单就好啊，想袂到妈开一大堆的条件，也袂讲爱大件，也袂讲爱细件，啊，亲妈佫讲爱送甚物礼，甚物礼。啊，娶家佮有甚物意见？无啊，伊若全部拢配合。啊，不过妈一直讲有诶无诶，佮我计钱把以前诶代志拢摕出来讲呢，真受不了。奇怪咧。啊！夫人，要哪知影蔡进宝过去的代志？正前我处理公事的时阵哦，你一点仔都无关心啊！我叫是你白白讲出来呢。我唔爱开心啦。准备什么时阵提亲？伫什么所在？我应该准备什么啊？爸，阿舅妈坚持不要你去，所以失礼啦。我要哪怪你啦？是我心内哦，感觉对你袂愉快。爸，自你细汉到大汉，我从来唔捌好好认真替你安排一项感情。我在做老爸实在是，我不及格。爸，你妈安尼讲啊？我这大汉啊，嘛要嫁死啊！结果这婚姻大事都袂当让你表示意见，我这做早嫁嘛就不应该。你有这份心意，我已经感觉足甘心了。老妹，
叫你有心哦，总有一天卖一点才对的。好啦，希望啦。啊，不过我就想哦，他做我结婚工，你敢卖到第二大位？安尼，我一定做阿幸福。我安尼啦，我就卖找你妈，甲代志也讲好清楚。我拢无斗三工着呢，即摆互你违约完无，我若无就替你达成，我到厝做你老爸啊，我找你妈。阿爸，哎。我有重要代志要甲你参详，哈，是为着小麦一生的幸福。希望你化一个时间。有啥物代志在内底讲，麦都在下西下井。无你顶下等好啊，哈，我一个人会当应付啦。干巴的。啊，你唔无你命。啊，你唔是讲你一个人会当应付啊？我进去了，妈你这样子，进来啦，进去了，勇敢踏出第一步，进来，加油，行起来呀！门关起。讲伤久，我无偌侪时间。啊是，慧玲啊，有一件代志吼，在我的心肝内足久啊，我一直无机会跟你讲。其实吼，我真是足后悔，迄当初会做出遐尔离谱、遐尔错误的决定。我是来跟你讲小麦的代志，唔是来跟你讲历史。回来，回来，你听我讲。你无水准。拜托你，我甲你讲啊，就是他妈我心肌梗塞，差点要去啊啦。迄当阵哦，我真是有真多感慨。我实在无想要甲这话哦，带入去棺材内底。所以我拜托你，听我讲煞好，就赶紧来嘛吼。回来啊，厝内两个。从你离婚迄当阵开始，我都后悔啊！我讲我后悔，是因为刷落来每一工，我拢无得甲你和小麦放袂记哩。唉，落雨的时阵哦，我惊讲你甲小麦去淋着雨啦。啊，停电的时候，我想讲啊，你甲小麦是不是找着哪只？因为你惊暗，做风台的时阵，我就烦恼讲啊，出来是不是淹水？我阁有小麦生日啊，还有咱两个结婚纪念日，连我家都唔知影讲，我对恁有遐尼侪思念。一直到我离开，我才发现啊，这种牵挂，那都是爱。慧玲，我即马知影。我跟你离婚哦，是我这世人所做上戆的一件代志哦，因为我根本无法度离开你个小妹。你有迄个查某就好啊，我跟小妹算什么？大刚在厝里，你连看到病都看过。下班回来，跟阮讲的，你拢感觉是浪费时间。等小妹破病发烧。你拢会当继续倒在面前当作毋知影，讲你有偌爱阮，鬼才相信。我信你，我信你。迄当阵对你甲小麦相较疏，迄是因为，
迄时阵，迄个查某对我一直咧搞搞电啊，我甲讲啥物，伊已经我的查某囝啊，我都唔知要安怎解决啊，所以我规日，我规日选择逃避啊。你唔是选择逃避，你是选择迄个查某。唔是啦，迄是伊伫咧威胁我，伊讲我若无爱离婚，伊就要甲代志拿出来。 我是惊讲影响着我的工作，所以你法官的地位比我甲小麦更加重要。对啊，我知啊，你一定我都了解我离开家庭。不过我今日唔是，我唔是要求你原谅我，我今日想要求你，你有这机会，我会当伫小麦的婚礼。 会当甲你做伙坐大位嘛，做主婚礼嘛，哦，啊！你让小麦感觉讲，哎，这伊的婚礼是圆满的啊，哦，伊老爸老母拢伫的，唔系讲对伊的婚礼失去信心啦，好不好？小麦对婚姻的信心，早就和你破坏了了啊！ 所受的委屈，十个水平、一百个水平拢无够的，我知影。不过，我算讲我求你啦，吼。小麦若是结婚啦，我有伊家己的家庭啊，以后我就无机会替伊做任何的代志，所以我求你，答应我。这嘛是你家己做的。 报应啦！慧玲啊，就算讲答应咱过去的证婚嘛，你都答应给我做一天的好爸爸。慧玲啊，就算讲为了小麦嘛，咱两个生落来啊，咱嘛为了责任。 爱给小麦欢欢喜喜嫁出去。为着小麦，我当做恁好配合，我嘛会当答应。多谢，多谢。我是为着小麦做的，不是因为我原谅你。 是软硬兼施啦，哎呀，这吼，我们爱用真心甲感动，莫点出大波人的欺骗。来，老妹，咱借问一下吼，你是安怎点出你的欺骗？我都，咱做人嘛，都要替对方留一点仔面子，吼，否则嘛，无得达成就好，过程无重要。 看起来敢做伤心的呢？我著甲伊好好讲，伊都唔听，逼我使性地啊！我对你妈是忍耐足久哦，今日小可甲教示一下，老虎不发威哦，当作我是病猫咧。安尼好。啊，小妹啊，阿公，拢讲好啊，吼，放心，婚礼迄天，吼，我甲你妈会做伙，做你的主婚人，吼，陪你安尼大大咧敬酒，吼，煞来送人客。 哦，安尼好啊，好，好啦，我先来去啊。啊对，嗯，等你妈出来吼，你甲安慰一下，叫伊莫伤心嘛，好。欢迎，老妹，拜拜。拜拜。谢光临，再来，谢谢。
看陪你上的人是老麦，啊，不过会当甲妈做伙坐大位，说迄个哦，嘛真有价值啦。哎嘿，哇，足久无安尼啉啊，今日啉啊是有够爽。你爽人无爽，啉到安尼醉茫茫，小麦因妈看到，迄心肝内一定足无欢喜的。我问人遐有昏迷无？小麦因妈是静静东东咧做生理呢，你真正下戏下情。哎，讲个你，妈，我是小麦，应该向因妈解释啦，你无问题啦。你别遐紧张啦，无遐尼严重啦。惠弟总讲一句啊，咱大伯甲小麦两个人是互相依赖。就算我今日无甲迄个麦妈见面，我无甲你骗。以后因两个嘛是同款，咧手牵手，心连心，去行个红地毯，莫遐紧张啦，吼。要和人做亲家，敢唔免予人一个好印象哦？你无去过小南国，所以你无了解。即摆即间餐厅，甲以前迄间餐厅，真正一模一样。老伯，你会记得哦？哎，问个清楚，有听无？什么梦想？问恁丈夫嘛，讲这间餐厅是安怎要叫小南国，啊，过内面的装潢，敢真正是设计师的意思啊？啊，前唔是拢甲你讲过啊，你是要阁叫阿明去问啥啦？哎，我甲你讲，你真正无了解，即摆这间餐厅甲以前迄个小南国餐厅真正同一个模刻出来，然后你讲哦，机关安尼成果其中必有缘故，所以我一定要去了解一下。你这个人足奇怪呢，我问你啊。是小麦和阿明的婚书卡重要，还是你去调查小南国的来历卡重要？万一亲母若是无欢喜你去追查，因为安尼失去影响到因的婚书，事后你敢要负责啊？哈？